嘅數字啦，印花税嘅收入啦，以至不同會計師行公布估計嘅財政盈餘數字咧，我哋相信今年嘅財政盈餘咧係會創出新高。咁啊，攞個平均數啦，我哋估計以1500億作為一個平均數嚟計算咧，其實係一個係非常之可觀嘅數字，亦都係有條件咧，讓到特區政府可以喺嚟緊嘅財政預算案公布，可以繼續為香港社會係投資未來同埋還富於民。咁以1500億作為一個起點咧，我哋期望政府咧就係最起碼可以做到係55:5啦，即係用一半嘅盈餘去投資未來，因為大家都明白，唔做投資咧，社會就會落後；唔做投資咧，好多方面都會追唔上嘅。投資未來方面咧，喺我哋之前交俾財爺嘅財政預算案都有提到啦。咁主要係繼續發展經濟啦。咁特別係喺推動科技創新方面咧，我哋認為係如果有盈餘咧，應該要加大投資。咁啊，推動科技創新係一部分啦。另外就係、是基礎建設啦，咁大家有部分亦都越嚟越多市民住喺新界區嘅，因為新界人口一路增長，咁新界區特別係新界區嘅道路網啦、鐵路啦、道路網啦，其實都係不足以應付人口嘅增長，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喺有盈餘底下咧，亦都要為興建道路網絡、舒緩交通嘅擠塞係提供金錢嘅撥備，咁除此以外，當然係我哋醫療，大家近排都好關心我哋嘅流感試藥啦嚇，咁啊醫院嘅改善服務、增加病床，從來都係市民嘅期望。咁所以喺投資未來嗰部分咧，我哋希望政府咧喺發展經濟、投資基建同埋係增加醫療嗰個容量方面咧，係可以繼續為我哋投資嘅。咁就另一部分，當然我哋希望係可以同市民分享財政盈餘啦。既然有1500億嘅財政盈餘，咁我哋期望係大概有700到800億咧，係攞嚟咧同不同階層嘅市民咧去分享。其實落區大家都會感受到啦，不同階層嘅市民咧生活都仲係艱難嘅，主要由於樓價貴啦，未上車嘅就見到樓價都係望樓輕嘆。就算是上了車的家庭有小朋友呢，他們的壓力都大，因為中產他們可能要租屋要供樓，也都要照顧小朋友，所以都期望有盈餘的時候呢可以跟他們分享。所以我們今天民建聯呢就就著在現在有的財政盈餘水平底下呢，我們提出了是35項的還富於民措施，希望在一個可觀的財政盈餘底下，司長用大概700到800億跟不同階層的市民去分享今年的財政盈餘。我將這些措施就等我的黨友去跟大家介紹。就首先講一下老友記，即是長者和基層方面。就是不是張國軍呢，好嗎？張國軍議員都可以幫幫我哋講下長者、基層同埋中產方面嚇，咁就照顧特別需要嘅就我請郭佩凡議員啦，青年同兒童咧就請阿蔣麗雲議員，好嘛？咁啊張國軍議員先講講嚇。好，咁我就同各位記者講一講關於就係我哋長者啦、基層啦。長者啦、基層啦，同埋即係中產方面咧，我哋有一啲嘅新嘅建議咧，係交咗俾即係財政司司長。咁啊，就住長者裏邊咧，我哋有六項嘅措施咧，係向司長係進一步建議，包括咧係希望能夠即係優化而家嗰個長者嘅醫療券嘅計劃啦，希望係能夠向我哋每一個嘅長者嘅醫療醫療券嘅户口咧，係額外係再注資係3000蚊，而嗰個額外嗰個注資嘅期係唔設呢一個使用嘅期限，因為大家都最近應該留意到咧，可能喺就住個使用期限裏邊咧，其實咧喺社會上亦都出現一啲嘅關注嘅情況。我哋亦都希望能夠同時降低嗰、那個醫療券嗰個嘅受惠對象嘅年齡咧，係去到就係由而家65歲咧去到60歲以上嚇，亦都希望能夠增加嗰個金額咧係去到即係呢個嘅3000蚊嚇。咁啊，除咗呢一個嘅長者醫療券之外咧，我哋亦都向司長提出咧，係希望係60歲
長者咧就能夠享受到呢個$2嘅乘搭車船嘅津貼。呢、這個咧其實一路以嚟咧喺我哋社區裏邊咧都收到好多60歲啊嘅以上嘅長者咧，佢哋提出嘅訴求，我希望咧係能夠擴大呢一個嗰個優惠嘅計劃咧，令到受惠對象咧係能夠係去到包括埋60歲以上嘅60歲至65歲之間嘅長者。咁啊，仲有咧就係、嗰個長者嗰個免費使用平安鐘嘅服務。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係過去咧，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好多長者咧都非常之歡迎嗰個平安鐘嘅服務。咁啊，既然而家我哋財政係比較即係寬裕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咧希望呢度都有呢方面嘅建議啦。咁就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希望能夠咧係65歲長者咧喺一個免審查嘅呢一個申領生果金，每月咧係能夠獲到獲發呢個1300多元嘅津貼。咁啊，仲希望可以額外咧係發放多一個月嘅高齡津貼、傷殘津貼同埋長者生活津貼。呢啲咧係我哋即係今日咧向司長係提仲有一個就豁免退休長者嘅差餉。咁啊，希望咧即係如果一啲退休長者是自住的話，就住呢方面，我哋希望係能夠減低他哋住屋的開支，所以咧，我哋係提出係希望能夠有一個豁免退休長者嘅差享嘅呢一個建議。咁而除了長者之外，在輔助基層裏邊咧，我哋亦都有兩個嘅建議嘅。第一個咧就話我哋希望咧係即係房委會嘅公屋同埋呢個房協嘅甲類房屋嘅租户咧，係能夠即係有一個代繳租金一個月啦，亦都希望能夠透過呢個嘅關愛基金向一啲 NMO 嘅人士咧係提供一筆過嘅現金嘅津貼，向一個向領取呢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嘅家庭咧係發放額外一個月嘅津貼，除此之外咧，我哋希望咧都能夠有一個租金嘅津貼，就因為咧，其實而家輪候公屋嘅市民咧，大家都知道咧，越等嘅時間係越長，越嚟越長，所以咧，我哋建議希望為一啲係輪候公屋係超過3年，又正係喺出面租緊私樓嘅合資格嘅家庭咧，係能夠減輕佢哋嘅租金嘅負擔，係能夠設立一個租金嘅津貼仲有咧，我哋喺中產方面咧，我哋一啲稅務減輕呢個稅務負擔嘅一啲嘅建議咧，喺今日亦都係向司長係提出，包括咧就話我哋希望咧係能夠即係加倍咧去退還嗰個薪俸税，希望喺即係2017-2018年度係能夠100%咧係能夠寬減嗰個薪俸税同埋嗰個個人嘅入息課税。上限咧係為40,000元，我哋亦都希望咧係能夠擴闊嗰個嘅税界，由而家嗰個薪俸税嘅税界45,000元咧，係能夠增加到50,000元，去減低咧中產嘅特別一啲中產家庭嘅一啲嘅稅務嘅負擔。仔女嘅免税額亦都希望能夠提高去到132,000元，係同我哋而家個人基本嘅免税額咧係能夠係睇齊。仲有咧，就係話我哋有4個嘅薪俸税嘅扣税額咧，亦都希望咧司長係積極考慮嘅，包括就住私人醫療保險供款嘅扣税額啦，上限我哋希望係18,000元。第二個咧就強積金嘅自願性嘅供款嘅扣税額啦，上限亦都係18,000元。第三個就係居所租金扣税額，上限係100,000元，享用期咧20年。仲有一個好多家庭而家都可能好需要，就係嗰個聘請外佣開支嘅扣税額。我哋亦都希望咧，系能够为第一次购买即系800,000以下嘅居所嘅永久性居民咧，豁免佢哋嗰个印花税同埋嗰个按揭保险嘅保费，仲有咧就宽免希望可以今年咧系宽免全年嘅差饷，会贵上限系2500元。呢一啲咧系今日我哋就住长者啦、基层同埋中产方面咧，向即系司长系提出嘅进一步嘅建议啦。唔该晒，咁我跟住请蒋丽云议员都讲讲咧，喺儿童青少年方面我哋嘅建议。咁由于佢哋两位都系政制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啦，咁啊都有啲紧张时间啊嘛。蒋丽云议员吓，咁我简单讲。thank you 吓，咁咧就我就同阿司长就反映咗啦。咁咧就而家即系我哋。即係政府都有咁多個盈餘，同埋即係庫房咧，亦都即係已經過萬億啦。咁我哋真係希望咧，就係喺長中短期咧，都能夠為咧兒童嘅未來啊，做多啲嘢嘅。
咁啊，短期方面咧，我就提出咗咧就一啲意見，譬如我哋咧就都收到好多家長咧就個訴求就係小朋友都病痛多啊 ，OK 嚇，容易傷風啊，容易乜嘢咁，但係咪有可能咧就係、是、即係小朋友亦都有個兒童醫療券咧咁？啊，咁即係例如係每年 ，OK， 每個兒童都有2000元嘅醫療券，可唔可以咧？咁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即係有啲牙科保健啦。嗱、啊，咁而家啲牙科保健咧就小學就有啊，係咪？嚇、啊，咁咧就中學冇，咁係咪需要咧？嚇、啊，因為其實真正嚟講，我相信啊，中學生嗰陣時個階段，到到12、13歲，啲牙先至開始慢慢。啊、即是叫做、啊、開始、啊這個、發育、啊、開始怎樣在這個時候更應該關心一下他們的牙齒的、啊、另外呢就、亦都有、即市民呢就覺得呢就是兒童書卷行不行呢因為呢我們建議呢就應該呢政府可以資助一下、啊、每一名的小學和中學的學生呢就譬如說是2000元的書卷啦，咁咧就氹佢哋每年喺開學嗰陣時一開始，唔使真係攞咁多錢出嚟，真係去買書啊成咁樣，咁可以叫幫補下咯嚇。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希望咧佢能夠係豁免啊 DSE 考試費，雖然啊寥寥好似話幾千蚊啫 ，OK 嚇，斷科計嘅話都係夾埋4、5科，可能都2、3千元，唔係好多嘅數，但係對一啲基層家庭確實係幾需要嘅。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係寬免呢個100%嘅 DSE 嘅考試費咁樣，咁咧就咁另外咧就我哋亦都係有提及其他嘅一啲持續進修基金啊受惠嘅金額咧，我哋希望咧能夠去到30,000元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有啲符合合資格嘅大專學生貸款嘅還款額，咁咧我哋希望咧就係、是、即係可以寬免嚇呢一啲資助計劃經審查貸款嘅還款額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增加創新科技同埋科技教育方面嘅投資，即、就、係、是、我覺得香港嘅經濟發展咧，未來應該係朝住呢個方向噶。咁啊，當然最後唔少得我哋都要講一講有關咧，就係我一路都比較關心同埋希望爭取到嘅就係、是、嬰兒基金嚇、啊。嬰兒基金嘅基本概念咧，就係每一個出世嘅兒童。OK， 都設立一個户口，啊，等佢哋一出世嘅第一年咧，政府就擺一筆錢喺裏邊，然後每年咧就按照政府嘅盈餘而係去即係按比例撥一啲錢入去嗰個基金裏邊嘅。咁啊，希望咧主要就係等佢哋長大咧，即係唔係一無所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户口，这户口可以有机会给他们去进修，甚至是、当你有两个、婴儿的话、即是 baby fund， 婴儿的基金的拥有人结婚，两个一起的话呢，可能都是、可以帮他们在他们的首次置业那里，那么呢就、笔钱会是、都会帮到手的。咁咧，所以即係呢一個嬰兒基金咧，我哋都希望繼續推。當然咧，唔係短期內能夠成事嘅，但係咧唔緊要，我哋覺得係好事嘅，就要繼續跟進。好，我講到呢度，唔該。好，唔該。咁我請葛佩凡議員。好啊。首先我想提一下，我想提一提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咧，我多年嚟都一直推動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同埋智慧城市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特別再向司長提出咧，希望咧加大力度啦嚇，增大喺創科同埋科技教育方面嘅投資，咁咧就因為我哋認為咧，即係如果而家有盈餘嘅話咧，其實最好咧就係投資喺香港未來經濟最重要嘅發展嘅一環咧，就係科技嘅發展，咁而如果我們有更加好的科技的基建，有更加多的即基金的話，其實會吸引到更加多的企業和人才來到香港發展，對加強香港未來的競爭力和
推動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咧，其實十分之重要。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司長咧都認同呢一個係重要嘅。咁我希望有好消息啦。咁咧另一方面咧，我亦特別提到咧，就係我之前亦都同幾位建制派嘅唔同黨派嘅議員咧，特別去見司長咧，提出咧就為罕見病同埋癌病嘅患者咧設立即係專項嘅撥款，就去支援佢哋即係購買呢個特別昂貴嘅藥物，咁希望盡快可以降低兩個基金嘅申請門檻咧，亦都令到更加多嘅家庭咧可以受惠，可以挽救到更加多嘅生命。咁咧就另外咧，我哋都特別今次加咗咧，就係對家暴同埋性暴力受害者嘅照顧方面咧，希望司長都關顧啦。咁咧就我亦都提出咧，就係我多年嚟我哋民建聯嘅婦女事務委員會咧，多年嚟都爭取咧喺婦女嘅健康方面咧係做多啲嘢嘅。咁就之前已經成功爭取咗咧利用關愛基金咧，向基層嘅家庭嘅適齡嘅女童咧，就係免費注射呢個子宮頸癌疫苗，咁就我哋希望咧可以將呢個服務咧擴闊到所有全港適齡嘅女童都可以有機會接種免費嘅子宮頸癌疫苗，呢個亦都係挽救生命嘅啦。咁另外咧，亦都為全港嘅婦女咧提供免費嘅子宮頸圖片檢查嘅服務。咁呢個咧，希望即係司長聽到我哋嘅聲音。咁啊，除此之外咧，我亦都特別提出咧紀律部隊嘅士氣咧係非常之重要，對維護香港嘅治安同埋市民嘅生命財產咧十分之重要。咁所以咧，希望司長咧可以增撥資源咧去提升紀律部隊嘅士氣，喺佢哋嘅醫療同埋福利上邊咧都可以加大投資。咁另外咧就我哋亦都咧提出咧支援中小企同埋初創企業啦，包括咧加碼就寬免利得税啦。咁就我哋希望嗰個利得税嗰寬免咧可以將個上限調到去40,000啦。商業登記同埋各種牌費咧，亦都希望即係可以寬免減輕中小企嘅負擔。咁另外咧，我哋都希望咧更加多嘅有更加多嘅初創嘅企業嘅基金咧，就願意嚟香港就支援我哋香港嘅初創企業。咁所以咧，希望咧鼓勵呢個創投同埋天使基金投資初創企業咧，就係投資初創企業咧就可以有一啲嘅税收嘅即係寬減。咁呢方面希望即係司長亦都可以考慮。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啲新嘅提議嘅。咁我哋收到好多市民咧都講話好想睇世界盃，但係就唔係個個有得睇。咁我哋咧就有提出話政府係咪可以考慮一下就四年一度嘅世界盃？即係而家我哋知道有啲即係媒體已經攞咗個獨家播映權嘅，可唔可以政府考慮同佢哋合作，用唔同嘅形式，係令到全港市民都可以透過免費嘅電視頻道都可以睇得到世界盃咧？咁呢個都係啲嘅諗法。咁另外咧，我哋認為咧，治未病啊，即係市民大眾嘅健康都係重要嘅。咁就我哋知道政府會大力投資喺基層醫療，咁但係咧，可唔可以再進一步趁而家即係有資源嘅話咧，向40歲以上嘅香港永久居民咧派發面值1,000元嘅體檢券，等即係市民咧可以早啲去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鼓勵大家做定期嘅體檢，咁咧就令到咧我哋市民咧就可以更加健康嚇。咁呢個咧係我哋即係總體嘅一啲嘅建議。好，唔該曬。咁咧就總體咧，司長我哋見面都有接近一個鐘啦。咁司長同埋佢嘅團隊都好用心同埋認真去聽我哋嘅意見。咁佢亦都係冇否認到，就係話今年嗰個賣地收入同埋印花税咧都係不錯嘅。咁我自己估計，從各方面資料顯示咧，今年嘅財政盈餘咧確實係有機會係再創新高。咁咧就佢特別都問咗我哋係特別喺關顧基層啊長者方面嘅措施。咁當然就有部分措施佢亦都講需要政策局嘅同意，咁有啲可能咧就時間上未必做得切，不過無論如何咧，佢哋都會細心去研究同埋聆聽我哋嘅意見。咁由於而家財政預算案已經進入衝刺期啦，咁就我都希望司長係可以見到有呢個新嘅財政盈餘
創新高的情況之下咧，係撥出大概財政盈餘的最少一半咧，同社會各界的人士去分享。咁我哋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咁睇下大家有冇啲乜嘢提問同埋意見嘅，係。我哋計過大概係呢個數啦，係啦。其實鼓勵生育啊，當然是我哋背後其中一個目標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大家作為準家長咧，是否生育咧，都未必係靠政府某啲券咧係可以吸引到嘅。咁但係第一希望推動生育啦，因為香港嗰個生育率係低。第二咧就事實上有小朋友嘅家庭，特別係中產家庭咧，生活壓力都好大，因為養一個小朋友都唔輕嘅個負擔。咁特別而家流感高峰期，如果大家問下身邊嘅家長咧，帶小朋友去睇醫生嘅開支咧，真係好大嘅，同埋經常要使嘅。咁所以如果能夠係幫一幫佢哋呢部分，一方面係真係受惠於個家長，另一方面亦都讓到兒童咧係提早就診啦，希望可以做到。咁啊，書從來書貴，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我哋都希望書券除咗話可以買教科書，亦都應該鼓勵閱讀啦，因為而家根據調查顯示咧，香港青少年閱讀嘅興趣咧，可能因為太多選擇啦，咁就係係有下降嘅情況。咁我哋覺得如果有書券係俾大家，一方面當然係可以減低每年嗰個買書的開支啦。如果有你諗下，如果有三個小朋友每個2000咧，一個基層家庭要攞6000到7000咧，其實真係都幾緊張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係達到不同嘅目的。咁至於世界盃嘅轉播權咧，我哋都明白，但係方式有好多種嘅。咁頭先你講嘅，除咗話向已經攞到世界盃轉播權嘅媒體去傾，呢個一個途徑啦，呢個當然係難，同埋可能付出嘅代價會大。但另一個咧，大家記得嘛？之前我哋都推動政府咧，其實可以同擁有轉播權嗰、那個媒體咧傾咧，有啲社區會堂啊，或者係公共空間咧，其實我哋都可以係俾市民去到嗰度去睇咯，咁就讓到更多市民可以係一齊去睇世界盃，咁甚至係咪有啲場數啊？唔係全部嘅，有啲場數都可以透過免費電視係轉播俾市民。可以入屋，可以欣賞，或者另一個角度就是有些場數是可以在網上給市民去收看，亦都不收錢的。那我想很多方式的，買那個權是一個方式而已，但是不同方式都可以想，目標是想一想，因為世界盃都在接下來了，那我想很多人都想看的，那亦都不覺得應該要是一定要付錢的人才有得看咯。那我們希望推動政府早點去想，讓多些人可以藉著世界盃去欣賞呢個城市啦，亦都係亦都令到香港社會提升對體育嘅熱愛啦。有冇其他問題？係。不能夠這樣說，因為這份是補充，特別是集中在還富於民的建議。剛才我都說投資未來，其實我們上一次的主體建議已經放了下去，當中大家記得嘛，其實上一份的財政預算案政府都是在18區去檢視，然後抽了一些是文康體育的設施的，那那部分呢政府已經預留了資源，那我們當然是已經是會推動它不斷加快去起啦。那其實我們起我們原財政預算案建議呢，亦都是反映了
特別是體育文化界啦，對於場地不足的意見。咁其實我哋認為，除了是已經揀選了的那些場地之外，其實社區上還有一些其他的場地，政府都可以參考用上一次的形式做法，就預留一些款項，就是增加那個基礎建設。那這部分其實在基礎建設那裡是有反映到的。同埋呢份係補充嘅，即係進一步建議嚟嘅。我哋之前有更加多嘅建議，已經係上一次向大家報告咗。啊，呢邊都有係。Well, basically, as usual, I think we all expect that Financial Secretary cannot comment exactly what he's going to give in the financial budget. Well, we are actually advocating the government to spend around half of their surplus to share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Of course, we list out a suggestion of 35, approximately. We are expecting in total that it is expected to have that amount of spending. But generally speaking, we expect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spend at least half of this year's surplus to share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mong all the measures, I would I can feel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elderly, especially he also shared with me that he cared that the elderly cannot have a dental service up to now. I know maybe, hopefully, he can consider to help the elderly in this regard. And apart from the elderly, I think grassroots level people, he also asked the proposal suggested by us, and of course, the teenage and also the children, he also care quite a lot. But in general, he did not comment in particular which measure he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Well, as I've mentioned, we are advocating that half of this year's surplus should be used to invest in the future, which include expanding the economy so that more jobs can be offer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ls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which include network and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also other facility, including those the sport peoples and all these venues. And apart from that, most of the measures that list here are for sharing with different class of people. T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meeting.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have actually, I think, several months before, right, we have submitted the first part of our suggestion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hich cover the other aspect. I do feel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re quite supporting on my idea about investing more i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supporting for the rare diseases and cancer patients. So hopefully I will have some good news in these two areas. 好，唔該曬咁多位。我哋其實就覺得可以先做而家講精準對焦嘛，先做精準嘅內容先啦。咁當然啦，如果真係好大嘅盈餘，咁司長要去考慮，咁我覺得都係能夠令到社會係得益嘅。咁但係即係有部分我哋認為係有好需要嘅市民咧，我希望司長都先做。唔該。好，唔該曬。Thank you。Later, I think we are too long. This press release. Thank you.